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子昂。在当今汽车界啊，极狐阿尔法 T 五绝对算得上是一股清流。不仅在技术层面上展现出了极狐品牌对未来出行的深刻理解，而且在设计层面上也呈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。那么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，一起来欣赏这台独具魅力的极狐阿尔法 T 五吧。那先来说说这车的外观啊，当我刚看到它的时候，真的挺震撼的。车身线条流畅，前脸设计的非常犀利，有点数字云的感觉，简直就像未来的产物一样。以及车头下方机甲风格的格栅，让我想起了科幻电影里的那些钢铁巨兽。说白了，这台车停在这儿，就像一台即将起飞的外星飞船，动感十足。再来说说内饰啊，坐进来的这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坐在一个外星飞船的驾驶舱里边。数字飞船造型的这个中控台设计，还有那些高科技的装饰板，都透着浓浓的科技感，坐在里边真的是享受啊。而车身尺寸吧，长宽高分别为4690×1936×1650毫米，轴距更是达到了2845毫米，这也就意味着拥有超大的内部空间。而且安全性也是没得说，极狐阿尔法 T 五的高强度钢和铝合金材料占比达到了77.61%，高出行业平均水平17%，车顶的抗压能力也超强，所以安全完全是有保障。在电池方面呢，也是很给力，各种防护措施也是做得很到位，就算是极端天气或者是出现碰撞，电池都特别的稳定和安全。而且在健康方面呢，极狐阿尔法 T 五同样不遗余力。车内的空气质量得到严格控制，高温暴晒后车内几乎无甲醛、苯等有害物质。此外，其四方滤芯可以有效地过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，保证车内空气的清新。智能方面，这车也没落后，搭载了高通骁龙8155芯片，屏幕的分辨率达到 1080p， 运行也很丝滑流畅，还有 L2.5级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，开起来既安全又轻松。那极狐阿尔法 T 五拥有的800伏超充平台，在同级别中是非常少见的，仅需17分钟就能从30%充至80%，远超了其他竞品。充电速度啊，快到令人难以置信。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，这样的快速充电功能，无疑为驾驶者节省了宝贵的时间，大大的提升了出行效率。那总的来说，极狐阿尔法 T 五就像是一次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革命性探索。开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出行，更像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未来探险。它不仅是一款车，更像是科技与人性化设计的完美结合，给你带来了全新的驾乘体验。可以说，拥有了它，你会觉得未来不远了。我是子昂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